Thank you.
係廟街，the next stop is Temple Street。那一站是廟街。
介。我也不喜欢坐公交，然后我不知道。到诶，您好，请。好，有些公车真的是一定要留位置。下一站是宁波公车嘛，什么地方的空调都很厉害，那个穿。所以你都习惯了，方便，方便啊。对，先去我做去的，对，你先去的，那我去你的本地的，然后走，因为我也很远啊，对。好像好像很远，真的。大我大我大一份。他就有个问题，我这两个人也准备要吃，我说那我就吃一样吧。他了解你吗？他说如果无脑的话，九龙中央邮政局。The next stop is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下一站是宁波公车，请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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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没有咖啡这样子，中午了吗？那我们的朋友他点了那个
当我去的时候，我去了两顿。他吃嘞，他吃了两块，吃完一块，我就想到第二块。然后就是吃我的塑料棒饭嘞，就是到了机场，我叫他，你要不要吃什么这样子？然后他也说了什么？他们跟我说，跟我说，要不吃这个蛋面，要不吃披萨，最好也是披萨和荷兰。对，他哦，他喜欢吃披萨。对。然后在飞机也吃了一点点意大利面，番茄酱的拌面。然后我们下了那个上海吧。啊。那我不敢说他吃了两盒，我们也吃了那么多炸鸡，然后那个加那个鱿鱼。他也不说他好聪明的，还有还鸟呆，就是我看他怎么到底怪，下一片有点雨油天，有点中暑的感觉，所以就是发烧。是这边不是最后的。商场下来，那时候我看到狗子出来，要不要第二个对得起啊？那下面的那个店是，他们好像年轻的喜欢就是写明信片，让女朋友进来，然后吃完这个汤之后，我们吃了我的炸鸡，去喝凉茶，那我就跟他走路过去那个。
对，下次好像出现成一个大姑娘。对。
包街。读书只要去读书就是的。The next stop is Yangzhou Street。下一站是青州街。下午会吃学校的，对他们，然后大学其实一直都吃很少，可能中午一个到晚上不喜欢吃，所以经常到晚上那个才有的吃。我的同学跟我读书的，他们那个寝室，上次我问你，刚刚吃谁的那种？有，这个就是我本来我不知道的，是那个台湾的李姐，她看到很多电视介绍，然后她叫我买，然后以后她说她很喜欢那个时候，我上次去，我不要出来。Let's go。他说吃了。不舒服，我这个咳嗽咳了，有大半个月了，这个咳嗽好了，就拿回来让我吃一下，凑合了不舒服，还有。对，而且说他吃了，我跟他说好舒服，他那这个口语没办法，他就是这样，口感很好，你看，买了一只回家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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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累。The next stop is Yikut Court. 下一站是怡格院。
stop is Yige Court. 下一站是怡格院。The next stop is Chongsha One Playground. 下一站是长沙湾游乐场。The next stop is Ningwa Street. 下一站是清华街。
Tràng Lai Gai. The next stop is Chom Lai Street. 下一站是长里街。路站The next stop is Meifu Railway Station. 下一站是美孚铁路站。葵涌交汇处。The next stop is 葵涌 Interchange. 下一站是葵涌交汇处。
站是大欖，第一站是大欖隧道。The next stop is 大欖 Tunnel。这里站是大欖隧道。
緊啊，錄緊你啊。坐緊，我而家坐68 H 都未入大欖隧道。你搭幾多車啊？我搭68 H 咯，我喺旺角上啊嘛。哦哦，我而家仲未入，仲未入大欖隧道。哦，我諗住你跟住我後面嘅行嘅。好啦好啦，我出咗大樓上就打電話俾佢。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拜拜。
在廣場。The next stop is Yoho Town. 下一站是新時代廣場。
出嚟啊！我出嚟，出嚟打字啊！今日你咧？我哋你肯定嘅。你咁樣等我唔要我说我可怜了，没有办法去那样子。我妈妈回去很紧张，哎呀，我这个怎么吃饭怎么办？元朗街市啊，应该先再下一个站啦、啊。下一个站。再下一个站。再下一个站啦。再下一个站先啦、啊。未到啊，咁快啊。这样对佢话太前啲啊。哦，得啦。Yaozhan Street.
右天街。玩还不来了吗？少少就係呢個，啊？哦，係啊，下一個站係啊，啊下一個站，一陣落定佢先唔怕，啊揸定佢，揸定佢。The next stop is Tai Tong Road. 下一站是大唐路。元朗警署。
stop is Yunlong Police Station. 下一站是元朗警署。Long Bin. The next stop is Long Bin. 下一站是老街。Okay.
金上。下一站是迎山。洪水橋洪源路總站。The next stop is 洪水橋洪源 Road Bus Terminus。下一站是洪水橋洪源路總站。
各位乘客，本班车已经到达洪水桥巴士总站，请各位乘客落车，多谢乘搭68的线。